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及国语传译员 Summer，欢迎来到由中侨互助会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联合举办的卑诗省新冠病毒疫苗计划须知网上中文讲座。本场讲座的讲者何建涛医生将会以广东话进行讲解，并由我来进行国语传译。今天进行讲座的地点位于马斯昆、史戈米苏和塔斯里尔沃特斯这些西岸原住民族传统及未被割让的领土上，我们向这些民族致谢，让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生活。如果您想知道你所居住的土地属于哪一个原住民民族，欢迎访问 www.native-land.ca。新冠病毒疫苗已经推出，但相信大家对疫苗仍存有疑问：谁应接种疫苗？疫苗有什么种类？是否安全？和怎么样报名？鉴于这个情况，中侨互助会连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举办了国粤语两个疫苗资讯讲座，为大家提供一个网上咨询的平台。此外，中侨也安排了韩语及加他呃，sorry，及他加陆语讲座，详情请留意中侨的网站。今天我们的讲座除了 Zoom 以外，也会在 YouTube 上进行直播。讲座结束前有问答环节，大家可以按一下 Zoom 的 chat box 按钮，或者在 YouTube 即时评论区发送问题。因时间的关系，我们会抽选一些问题让医生解答。今天的讲座，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何建涛医生跟我们分享有关疫苗的资讯。何医生是卑诗大学急救专科医生兼卑诗大学医学院急救部教授，同时何医生也是 ICON 安康健康网络的执行董事。好了，事不宜迟，现在有请何医生。好，谢谢你，Summer。大家好，我是何建涛，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沟通。对不起，我的国语十分不中用，所以我很高兴由郑小姐帮助我做一个翻译。所以我需要用广东话然后郑小姐跟我翻译去国语。对唔住，我系何建涛，我啲国语咧就真系十分麻麻，所以咧我就会用广东话去同大家交往嘅。咁首先咧就问大家先，听唔听到我讲嘢，同埋睇唔睇到我呢个幻灯片咧？想问一下大家能否听到何医生的讲话，还有能不能看得清楚他的幻灯片OK，好冇啊？好。？OK。OK，好好多謝各位。咁咧，我就今日咧會首先咧就大概講解咗最普遍問八個問題，關於呢個新冠病毒呢個疫苗點樣種法安全。我答咗呢個八個問題先，咁然後就大家對答。OK，何医生今天呢会解答八个最常见的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疫苗的问题，然后再进行就是问答环节。首先，我喺讲呢八个问题之前，好多谢大家咁踊跃嚟到听呢个讲座，因为你听你讲座，即系话你对呢个疫苗好有兴趣，我亦都好鼓励大家尽量去打呢个疫苗，因为打呢疫苗咧系帮助自己，亦都系帮助大家嘅。首先，在开始之前，何医生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讲座。他说来参加这个讲座，证明大家很关心、很想去了解新冠病毒这个疫苗。然后，他也很鼓励大家去接种这个疫苗，因为除了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了他人。好，嗱，呢八个问题，第一个就系点解要种新冠病毒呢疫苗咧？好，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第二个问题就系喺加拿大，如果你接种疫苗嘅时候，有边个类型咧？
第二个问题，加拿大疫苗有什么，有哪几个类型？第三个当然就是疫苗是不是安全和有效的呢？第三个问题，疫苗是否安全和有效？然后边个是可以接种这个疫苗的呢？第四个问题，学英接种疫苗。然后要种的时候，怎样去预约？第五个问，如何预约接种疫苗？预约了之后去种疫苗那个地方，要怎样去准备去那个地方，同埋去到的时候有咩发生呢？如何接种疫苗？还有就是如何准备，就是在去预约疫苗的时候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到最后打完针之后啦，有啲乜嘢要睇住嘅咧？在疫苗注射完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咁呢几个问题我同大家分享咗先，咁然后咧，我哋会有一个问与答嘅环节。如果你有问题嘅时候咧，打入我哋呢个 chat 咧，我会同大家解答。OK，所以何医生会解答了这八个问题之后，再会解答大家的问题。好啦，第一个点解要接种新冠病毒啦？有两大原因。第一，因为新冠病毒系一个好危险嘅病症嚟噶。为什么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很重要的第一个原因是，新冠病毒是一个很严重，就是，怎么说？还是我忘了是什么系冇问题，冇问题很吓，我严之后重的讲一个咗病毒。系啊。佢嚴重性大家都知道啦，所以呢個係大流行，亦都大家睇到好多唔同嘅數字，係話每個國家同埋全世界有幾多人係因為新冠病毒而過身而致命，而且亦都好多人要入深切治療部嘅。OK，新冠病毒呢是个大流行，是全球流行，然后很多人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进那个深切治疗部，然后生命受到威胁的。系啦，然后咧有咗新冠病毒嘅人咧，唔系话个个人都完全好翻晒。我哋知道咧，统计大概可以到1/3嘅人有咗新冠病毒之后复原翻嘅时候咧，有长期嘅症状，唔净止系生理上受影响，亦都系心理上受影响嘅。好，就是新冠病毒呢，感染了之后啊，就是有很多人都不能痊愈的哈，有1/3的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呢，会造成长期的影响，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上都会有影响的。有第三就係新冠病毒好容易傳播。嗱，我哋睇下，我哋平時嘅感冒啦，因為我哋全個社會都係社交距離同埋洗手、戴面罩，做咗呢咁嘅情形咧，然後感冒，我哋有好多人打咗感冒針咧，今年完全冇感冒嘅大流行。新冠病毒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很容易传播哈。然后呢，就是就像感冒一样哈，就是我们打了感冒针，它传播的那个就不会那么的严重了。就像尤今其年就没有发生啊。係啦，同埋一個比較咧，就係呢個新冠病毒比感冒傳染性強，十分強大好多。因為感冒已經降到好低，但係新冠病毒繼續喺度流行緊，所以咧其實新冠病毒係比感冒唔淨止嚴重嘅病徵，而且仲容易傳播添。新冠病毒呢，比起我们所谓的流行性感冒呢，它的那个传播率更厉害，然后呢，它十分的强大，就是说传播得更严重一些。系啦，所以唔好话啊，新冠病毒其实好似感冒咁，有咗感冒冇事啦，咁唔好种疫苗啦。但系最重要嘅咧，就系因为新冠病毒呢个严重性、致命性，同埋佢有后遗症嘅症状嘅机会好大，所以咧最好就系避免有呢个新冠病毒。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新冠病毒像感冒一样，
就是打了针就没有问题了哈，但其实呢它就是很严重哈，严重可以致命，还有就是造成长期的影响，会有一些后遗症的存在，然后就特别的容易传播。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种新冠病毒疫苗呢，就是在疫苗方面它是有效和安全的。第二个为什么要接种新冠疫苗呢，是因为它是非常的安全和有效的。一阵间我会跟大家讲关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一下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还有两个理由为什么要种疫苗。第一个呢就是保护自己，打了疫苗之后呢我们是对这个疫苗有一定性的保护，但是亦都是保护他人的。因为呢如果我们全个社会有所有人中了疫苗的时候呢，中了疫苗的时候呢，那个病毒呢就不可以传播，而它不可以传播呢就相对减低对我们的社会的威胁的。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接种新冠疫苗呢，是因为保护了自己还有保护了他人。如果大家都去接种疫苗的话呢，就是相对就是说啊，减低疫苗的传播哈，然后令整个社会就是稳定下来。是的，有的朋友就说哦，我都想着这排不出街了，如果我不出街那个病毒没问题了，那不如不要打针了，这样想法。好，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会有一种想法啊，我都不出去的哈，我整天待在家里，那我就不需要接种这个疫苗了。但这个想法呢，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也都开始见到有微微的第三波来紧。咁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完全我们所有社会人种疫苗呢，那个疫苗的威胁会继续在这里，而我们就可能不可以开放我们的社区，重新开放，重新我们的平时的生活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最好种疫苗。好，新冠就是这个病毒啊，就是怎么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第三波哈，有个预示，第三波好像要来了哈。如果我们大家都觉得啊，我们待在家里就不需要接种疫苗的话呢，那这个病毒的威胁就会存在，然后传播继续扩大，然后就无法帮助我们的社区哈重新开放。嗱，讲起加拿大啦，我哋而家有四种疫苗。在 BC 省呢，我们通常是头那两种，第三种已经在这里开始种的了，第四种会来的了。好，现在呢我们呢加拿大有四种哈新冠病毒的疫苗哈，有三种，然后第四种正在路上哈。头那两个大家我想都会挺熟悉，是辉瑞和摩登纳 Pfizer 和 Moderna。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辉瑞 Pfizer 和第二种哈Moderna。是的，这两种 是新的疫苗，它就是将那个病毒的基因那个 mRNA 切了一部分出来，然后将那部分的基因打入我们身体里面，令到我们细胞做出那些激蛋白来到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一段有一点点长，医生比较医学，没事，就是说啊，这个疫苗是怎么样从啊细胞里面啊的基因哈，然后切一段出来，然后注射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哈，这个核糖核酸系啦，嗰个基因咧就可以做到呢个新冠病毒嘅激蛋白 spike protein， 咁个激蛋白就可以刺激到我哋嘅免疫系统。OK， 然后这个有一个叫做 鸡蛋白、啊、然后可以刺激到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的。没错没错，是的，是对不起 Summer。 那然后那个基因呢就是找个肥皂泡沫包住它的，那个肥皂泡沫就可以使到那个基因注入我们的身体。那个基因呢是有一个像那个肥皂一样的哈，包着这个基因，然后注进我们的身体里面。是的，包住这个泡沫呢就是需要十分十分低温才可以储藏，所以辉瑞和 Moderna 呢它
去運輸嘅時候咧，就需要十分低，即係減70度攝氏、減70度或以下嘅低温嚟到去傳送嘅。这两个疫苗呢，他们都需要，因为它有一个泡沫嘛，所以呢需要超低温存储哈，在运输的过程中必须保持着，比负75度还要再低的温度去存储才可以。系啦，嗱，讲翻第其他嘅两只啦，就系 AstraZeneca 同埋 Janssen 嗰两只疫苗。接下来呢会讲一下那个 AstraZeneca， 就是阿斯特拉塞内卡和Johnson & Johnson 强生这两个疫苗。这两个疫苗的原理跟Pfizer 和 Moderna 都一样，就是用其中一个基因，但它这次是用 DNA 其中一个基因切了一橛出来打入去身体里面。这两个疫苗呢跟上面那两个有点相似哈，它也是呢就是从基因里面也是 截取一段然后注进身体里面。但是它就不是用肥皂泡沫，它就用一个普通的细菌病毒，这个细菌病毒自己就不会令到我们人体有感冒这样的情形，但即譬如大家听过可能有一只是马骝的病毒，它就摆入它那个病毒里面，用那个病毒运输这个基因进去我们细胞。但是它和上面两个不同的是呢，上面是用肥皂基因，这个呢是用那个细菌病毒哈，然后注射进去。但是这个细菌又不这个病毒又不会说令我们有什么害这样。是的，没错，所以用这个病毒载体而运输这个基因入去身体里面呢，就不需要十分低温去储藏，所以普通我们雪柜呢都可以了。所以呢这个病毒啊，它是利用这个病毒载体把它怎么说，就是存储，然后它不需要特别的低温存储，只要普通的冷藏就可以了。咁最后一样嘢就睇题，就系要打几多针。咁咧头嗰三个咧都系需要两针嘅。对唔住，我打错咗。最后嗰个 John 强生咧，而家只系需要一针嘅啫。好，前三个疫苗咧是需要打两针哈，但是这个 PPT 不好意思写错了哈，下面强生只需要打一针就可以了。系啦，咁所以喺大家喺边度接受疫苗？同埋點樣去輸送運輸呢個疫苗嘅時候咧，大家咧都可能都有唔同嘅疫苗。咁呢個咧就會喺我哋BC 省呢個疾病控制中心咧會有好詳細考慮。如果你喺邊度咧，就用邊一隻嘅疫苗幫你打針嘅。在接种疫苗的种类的时候啊，就是说要看你是在哪一区哈。就像我们 BC 省有一个叫 BC 省疾病中心哈，那你会做好安排，你会接种哪一种疫苗？系啦，冇错。好，第三问题，疫苗系咪安全有效？第三个问题，疫苗是否安全和有效？首先讲安全性先。安全唔净止需要知道以前做过嘅临床证明，到现在为止打针有冇嘅问题。但要继续一路监控下去的。第一个问题先讲这个安全性哈，就是说需要这个安全性呢，我们需要就是不断的累积这个打针的那个记录，然后一直持续下去去观察这个疫苗是否是安全的。是的，没错，在加拿大这四只疫苗呢，那个政府都已经看完所有到现在的证据，知道他们是安全的。这四种疫苗就是加拿大政府呢，他们在就是购买这个疫苗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就是看过哈他过去的所有的数据哈的安全，然后确定了它的安全性，然后才购买的。是的，然后呢到三月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监控系统，一路看着我们继续打疫苗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在加拿大，在 BC 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去监察的。
在加拿大哈或者 BC 省哈，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很严密的这个监控系统去监控哈这个疫苗是否有副作用哈，所以大家要放心。喺呢度又 对大家讲声对唔住，因为咧你睇睇嗰个第嗰、个数字咧，英文版系3月12号嘅数字，但系中文版咧系3月19号嘅数字，所以咧大家睇3月19号中文版个数字。OK， 这里提一下大家哈，这个英文版呢是3月12号的数据，但其实是3月19日的哈，所以大家要看3月19日的那个数据哈，不好意思。咁到现在为止咧，3月19号咧打咗373万支疫针。到3月19日为止，总共是哈打了这个373万个免疫针，就是说有370万人接种了这个疫苗。系啦，但系咧，其实不良嘅事件咧，只系得2530宗报告嘅。報告不良的事件2530宗，但是呢在那2530宗呢只有320宗是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即是说打了373万支针呢只有320个严重的报告。好，打了这373万个针里面呢，不良的事件报告啊，总共有2530例，但是呢，其中只有320例是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也就是说，370万针里面只有320个严重的案例。系啦，即系好似间住嗰度咁讲啦，10万支针其实得8.6个报告系严重性嘅。所以比例就是10万个免疫针哈，才只有8.6个报告是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的。所以我哋会继续有呢个系统去观察。如果将来真系继续发现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呢个监控系统亦都可以睇到。但系到现在为止，这个疫苗系好有效同埋好安全。我们的监控监视系统呢还会继续跟踪和监控这4种疫苗哈，反正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还是显示它是安全和有效的。咁到最后讲到有效性呢样嘢呢，就是辉端同埋摩登Lab呢已经有一个报告是知道打出第一针之后呢可以到90%嘅作用嘅，可以到90%嘅作用。最近一個報告咧，有12个病人喺我哋本地 St. Paul's Hospital 睇過咧，就可能老年人比較低啲，但係我哋嘅報告係知道90%嘅人咧打完第一針咧 ，up to 90%嘅人都有已經有第一針已經有幫助噶啦。好，然后这个辉瑞和摩登纳呢，这个呢它的有效性啊就是有90%以上，只要打一针就有90%以上的啊。然后呢在那个 St. Paul 里面有一个记录，就是说老年人可能就是那个低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能达到就是90%是有效的。先澄清一句，就是说是 up to 90%的作用，不是90%以上的作用。第一针up to 90%就是 up to OK， 就是达到哈，不是以上，达到，对，达到90%以上。是的，但是打完第二针的时候呢就可以到95%或以上，打完第二针就可以有95%或以上的免疫作用。打完第二针就有就是95%哈或以上，这样。是的，是的，没错。咁到 AstraZeneca 啦，最后出了一个报告，最近出了一个报告，在北美洲的报告呢，就发现呢，是对可以令到打了针的人避免入医院或者严重深切治疗部，是到差不多10%的作用 ,100%, 差不多 close to 100%。可以免你需要入医院或者入深切治疗的。这个AstraZeneca 和 Johnson & Johnson 呢这两个疫苗啊，就是在我们北美
这边哈，就是有个报告显示，打了这两个针的哈，接种了这两种疫苗的人呢，他呢基本上有100%能够预防严重的疾病，就是说即使得了新冠病毒哈，打了这个针，就是能进那个深切治疗部的哈，就是能够避免进去哈，就是预防严重疾病。系啦，因为如果大家有问题，我可以继续喺问与答嗰度解答。嗯，如果对这个有问题的话呢，等一下哈，就是问答环节继续为大家解答。系，好，讲到边个需要接种疫苗噶啦？谁应接种疫苗？喺 BC 省系18岁或以上嘅居民咧，而家种疫苗系完全免费嘅。在 BC 省18岁及以上的居民，疫苗是完全免费。有好少、好少、好少部分人咧，唔可以接种疫苗。啊，有很小、很小一部分的人不可以接种疫苗。如果你接种过疫苗而对嗰个疫苗有严重嘅敏感咧，你就唔好打第二针啦。如果你接种过疫苗，然后再打第一针的时候出现了严重过敏的情况下，就不应该接种第二针。系啦，或者再睇一个，如果你接种过新冠病毒嘅疫苗，而接种咗个疫苗之后有严重嘅敏感，你就唔可以打第二针，系新冠病毒嘅疫苗，唔系话所有疫苗。啊，不是说所有的疫苗，因为我们在说的这个疫苗是泛指新冠病毒的疫苗。如果你接种了第一针，然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就不应该接种第二针新冠疫苗。系啦，然后如果你以前有过新冠病毒，有个新冠病毒，咁你3个月以后至去打呢个疫苗，你喺3个月内，譬如你有咗新冠病毒。你而家好翻啦，要喺3个月之后才可以接受呢一个疫苗。如果你在过去3个月哈有确诊这个新冠病毒的话呢，需要在3个月之后，就是哈痊愈3个月之后才可以接种这个疫苗。有第三类咧，就系如果你打咗去，如果预约咗去打疫苗，到嗰日你唔舒服，到嗰日你有发烧。或者到嗰日你有一個健康，你覺得唔係太健康咧，咁嗰日唔好打啦，唞翻你到好嘅時候咧，至再去打針。嗯，還有一個就是你去接種的當天哈，感覺到身體不適哈，有發燒、感冒這些哈，那你就先不要去接種這個疫苗，等身體恢復了才去接種。系啦，然后到最后咧，有两种嘅里边嘅成分，如果你对嗰种成分有反应咧，你就唔好用啦。一只咧是叫 PEG， 还有呢就是这个辉瑞和那个摩登纳里面呢有一个成分啊叫做 PEG， 如果呢。你对这个 PEG 是过敏的话呢，你就不要去接种疫苗。系啦，然后 AstraZeneca 嗰度有一只叫做 polysorbate 80，如果你对嗰一个成分有敏感咧，亦都唔可以打呢个疫苗。在那个 AstraZeneca 里面呢，有一个成分叫 polysorbate 80，就是这个什么 polysorbate。80这一个成分哈，它也是一个有过敏的话呢，也是不能接种这个疫苗。系啦，喺呢两个成分咧，我谂即系好少好少嘅机会人会接触嘅，所以如果你有问题，最好问你医生。有好多情形咧，即系譬如有胃镜啊、肠镜咧，有时会用嗰只叫做 PEG 嘅。咁所以有好多人你去到打疫苗嘅時候，佢會問你啊，你以前有冇做過照胃鏡啊、照腸鏡啊？對嗰啲咁嘅醫療服務有冇反應啊？佢就因為問呢個問題嘅。這個PEG 呢，它一般呢會在那個照那個胃鏡
和肠镜里面会出现的哈。如果你过去哈有试过，因为照这个胃镜或肠镜出现过敏的情况下，就要考虑是不是这个 PEG 过敏哈，然后就不要去接种这个疫苗了。但是有问题，也就是要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咁我想对大家先讲咧，就系好少人对呢啲有咁嘅反应嘅。其实、很少人会对这些有反应的。系，冇错。好，点样去做呢个疫苗嘅预约啦？如何预约接种疫苗？如果你住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嘅区内，即系话温哥华、列治文、北温、西温或者阳光海岸咧，你就可以打以上呢个电话噶啦。如果你是住在温哥华沿岸地区的，比如温哥华、列治文、北温还有阳光海岸这些，就可以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去打这个电话预约。如果你住在 Burnaby 或者 New Westminster 或者 Surrey 或者是 Low Mainland 其他地方呢，就是 Fraser Health 菲沙卫生局那里有电话。如果你是住在了哈本纳比呢，还有那个新西敏吧 ，New Westminster， 还有那个素里，还有那个低路地区的哈，就要去那个菲沙哈 ，Fraser Health。系啦，以下嘅资料咧都系关于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嘅时间嘅，就系由朝头早七点到夜晚七点，今日都开，七日都开，可以打电话去预约。然后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呢，就是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都开放的哈，所以今天也是开放的。没错，现在为止到现在呢，如果你是74岁或以上的朋友呢，你现在可以即刻致电去预约的，就是说1947年或之前出世的人呢，可以现在即刻预约的了。现在呢是74岁以上哈，也就是1949年之前出生的，就可以打电话去预约了。大家如果有朋友是住在阳光海岸 Sunshine Coast 的呢，譬如 Powell River 呢，那你呢可以在1951年或以前出世，亦都现在可以去打预约了。即是说70岁或以上的人住在阳光海岸呢，今日亦都可以预约啦。如果有朋友是住在阳光海岸地区的话呢，就可以70岁就可以去打啦，也就是1951年之前出生的。你打的时候呢，会有中文的服务的，会有国语或者粤语的服务的。这个预约疫苗呢，也会提供这个国粤中文服务的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系啦，你打电话去嘅时候咧，最紧要有自己嘅 BC 省嘅个人健康号码，personal health number。咁通常咧，我哋会有张卡上面有个 number， 或者有啲朋友咧，佢系将佢嘅驾驶执照同埋呢张 PHN number 一齐做埋嘅，个 number 会喺嗰张卡上边噶啦。好，所以我们要去接种疫苗的时候呢，记得要带上自己的个人健康号码，就是我们医疗卡上的那个号码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医疗卡跟这个驾照啊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也就是带驾照后面的那个号码过去。所以学生咪咁讲，你去打针时一定要带啦，然后你打电话预约嘅时候呢，都要有嗰个号码喺手上。打电话预约的时候，这个号码也是必须带在手上的哈，因为他需要凭借个人的健康号码去预约。系啦，然后佢会问你嘅姓名啦、出生日期啦，同埋你个邮政号编号啦，就知你住边度啦，你电话号码啦，呢几个都需要喺你手上有嘅资料。预约的时候还会就是提供你的名字啊、出生日期、邮政编号。邮政编号呢，就是知道你是住在哪一区的哈。然后呢，还有就是电话号码，这些要准备好。你自己亦都或者准备支笔或者纸，咁写低有啲咩情形咧，可以记低晒。然后纸和笔就是有什么哈，预约了之后有什么，你就可以马上可以记下来。
你打開的時候咧，佢會問你啊，你想選擇邊個地方去啊打針嘅？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有邊個地方咧，上去温哥華沿岸衛生局嗰個網址咧，佢會話俾你聽有邊個地方可以打針噶啦。嗯，然後呢，就是你可以打電話去預約的時候，你可以選擇一個哈方便您的地點，然後在那個温哥華沿岸衛生局上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设有哪些接种疫苗的地点，然后你选择一个方便您的。系啦，想提提大家一样咧，就系打电话预约嗰个地方咧，唔系医疗人员嚟噶，所以咧，如果你有问题系话我可唔可以打针啊，我系需唔需要打针啊，嗰啲问题咧就同你自己家庭医生倾好啦，因为打去嗰电话咧，嗰啲人咧就系帮助唔到你嘅啲问题。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打电话去预约的时候接电话的哈，那些人他是不是医疗人员，所以呢他无法回答你个人健康和疫苗咨询的问题的哈，所以有关相关的问题呢，请联系你的家庭医生或者致电这个811。最好就在预约你或者预约之前或者约了之后，在打针之前那个时候就最好跟你家人医生联络，或者学 Summer 讲打去811 811就是全省服务的，也都有中文的服务的，可以解答你的问题的。所以大家在去预约这个疫苗接种的时候呢，要之前或者预约了之后要去联系你的家庭医生了解哈，咨询一下，然后或者就致电811哈，全 BC 省免费服务的哈，也会有中文服务。系啦，嗱约咗之后啦，咁有啲咩准备去接呢个疫苗嘅咧？在预约完之后，我们需要做哪一些准备呢？哈，最紧要咧就系保持身体健康啦，同埋咧去嗰日或者嗰日一兩日之前咧，冇咩症狀，冇話好似感冒啊、發燒啊，或者流鼻涕啊咁嘅症狀。如果喺約咗嗰日或者嗰日之前一兩日開始有病狀咧，就可能要再約過第二個時候至再去啦。好，就是在预约去接种疫苗当天呢，就是要保持这个身体健康，还有就是无症状哈，就是一两天之前到那天都是无症状的。如果你是那天感冒啊、发烧啊、流鼻水这样就暂时就不要去了。系啦，到嗰日咧要带埋你自己个人健康号码啦、身份证啦，同埋咧有个如果你有预约通知。那时呢要带埋去的了。去的那一天呢要带上你的个人健康号码、身份证哈，还有就是预约通知哈，如果你手上有的话也一起带过去。看来大家就是呢政府呢对有些比较高危的人士，即是譬如他有一个严重性的慢性病啊，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是需要因为对这个新冠病毒有高危呢，他会直情俾一张信，俾一封信俾你嘅，咁你收到封信咧，就可以即刻打电话去预约噶啦，就唔需要跟年龄去预约。所以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可能会因为你有呢个高危嘅病症咧，会喺直接政府俾一封信俾你，封信到咗咧，你就可以预约噶啦。是这样子的，就是政府呢，对于那些有高危病症的人，他会呢就是直接比如一些不是就是一些慢性疾病就是他觉得你是高危的话，政府呢就直接给你一封信你收到这封信之后呢，你就不需要按照年龄去预约接种疫苗，直接凭这封信就可以预约接种这个疫苗了。对，没错，那到那天去打针那天呢，记住带埋封信去。但是就是记得去打针那天也要把这份信带上哈。有咗啲咩带呢？就是如果你有疾病嘅话，你食紧药嘅话，或者你对某种药某种情有敏感咧，最好将清单写低晒佢，因为到时咧打针人员会问你一啲问题嘅，咁其中嘅问题就系问呢啲噶啦。如果你有张清单咧，就大家帮助大家快好多。在接种疫苗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就是那些医护人员会问你一些问题
所以呢，你需就是也要带一张清单，比如写上有什么疾病有吃什么药物还有过敏就是这个清单让医护人员一清二楚，一看就知道了哈。到时呢因为要打针呢最好就穿短袖衫，但现在就比较冷一点，所以呢就记得穿一些厚一点的衣服。咁上次开会呢有个朋友提呢就係话不如着啲背心几好㗎，咁呢个係好嘅一个好嘅意头嚟㗎。所以呢穿短袖衫，但係呢着多啲其他嘅衫保暖。因为为了接种疫苗比较方便一些我们建议就是说穿短袖的衬衫过去，但是因为现在温哥华还是比较冷的所以就穿多层的衣服上次开会就有朋友提出，就是说穿一个背心这个在外面外套保暖。咁然后最好就系准时到你约会啦。如果你早五分钟、十分钟到咧，就更好。还有就是要准时到达你的那个约会啦，就是最好就是5到10分钟之前到达那里。好，咁讲到去注射嗰日，喺嗰度地方会有咩发生啦？然后就现在就到就是在那个疫苗注射诊所会有什么发生呢？首先登记啦，就应该大概15到20分钟嘅时候就写低晒你嘅资料。首先就是登记，大概15分钟就是说登记你的信息资料这些。然后你去接种疫苗嘅时候咧，会有个护士或者有个医药师或者有个医生会帮你打针噶啦。咁到时咧会问你啲问题，问完啲问题咧，如果可以嘅话就会帮你打针。咁通常亦都系大概15分钟到。疫苗的接种呢，大概也是15分钟这样子会有医护人员，可能是护士或者那些医生他们会问你问题然后再帮你接种这个疫苗，大概15分钟。系啦，咁然后咧打完之后，佢会俾一张免疫卡俾你嘅，嗰张卡咧就系写低你打咗边只疫苗。是輝瑞啊，定係摩登納啊，定係 AstraZeneca 啊？佢寫低俾你，然後咧寫低埋嗰只藥嗰個叫做 lot number， 我一陣會解釋。打完之后呢，就是就是他们医护人员会给你一张免疫卡这张免疫卡上面呢就会写着你是接种了哪一种疫苗。现在我们加拿大有3种嘛就是这个辉瑞，还有摩登纳，然后第三种 AstraZeneca， 他就会写好是哪一种，还有就是这个疫苗的叫做 lot number 等一下会再详细讲一下这个。系啦，嗰张卡点解系咁有用咧？第一就系你可以知道你系边一只疫苗，咁你就可以知道第二次打系要打翻同一只疫苗，咁你自己有个登记喺度。这张卡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记录了你第一针是接种哪一个疫苗的然后呢就是第二针也要接种，就是相同的疫苗这样子作为参考。系啦，第二咧就系佢会写低你接种嘅日期。而家喺 BC 省咧，我哋会喺16个礼拜后打第二支，即系4个月之后打第二支。但系如果我哋证据发现系需要早啲时候打咧，咁你喺嗰张卡度就知道你系几时打过嗰个疫苗。咁第二次预约咧，你就知道嗰个时间系几时要预约噶啦。还有这张免疫卡上面呢，记录了你接种疫苗的日期现在呢，我们 BC 省呢打第二针的话呢，是需要隔4个月这样子然后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就是会不会有没有数据可能会显示说早一些这样子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我们要记住这个日期就是等通知看什么时候接种第二针，根据这个日期去接种第二针。系啦，第三个就个 lot number 啦。个 lot number 即系话嗰批疫苗系几时出，几时系创造嘅咧？咁如果个 lot 里，我如果你发现有反应嘅时候，我哋会即刻同嗰一扎人系嗰个时候制造出嘅疫苗去发掘，睇系因为嗰疫苗嘅问题定系净系出品嗰部分嘅疫苗嘅问题。所以知道你个 lot number 咧，亦都系十分重要。这个 lock number 呢，就有点像是这个疫苗的批次号码，是吧？医生。
可以了，可以了。批次啊，如果就是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出的哈，这个疫苗就是这个 lot number 上面就他们记载的是什么时候出的啊。如果后面发生了什么问题的话呢，他们就会看啊，是这个批次数的问题呢，还是这个整批疫苗都有问题呢？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个 lot number 批次号码很重要。没错，所以记住留翻一张卡。嗯，所以一定要保留这一张免疫卡。系啦，咁到最后打完针之后咧，佢哋会叫你坐十五分钟，咁比较慢啲嘅一个十五分钟。咁点解要坐十五分钟咧？啊，打完之后呢，他需要你哈、啊、坐在那里观察十五分钟。但是为什么让你观察十五分钟呢？因为佢惊你会有好严重嘅敏感反应嘅。咁敏感反应我一阵会倾倾噶啦。但系嗰十五分钟内咧，虽然觉得慢啲，但系系十分重要，你留十五分钟。要確定你冇呢個反應或者敏感咧，咁可以就得噶啦。啊，這十五分鐘呢，它主要是觀察你在接種疫苗之後是否有出現這個嚴重的過敏反應哈，就是不要覺得很悶，在這裡坐那裡坐十五分鐘哈，很重要哈，確定了沒有反應哈，沒有出現嚴重的過敏反應才離開。係啦，所以大家或者帶份報紙啊。或者带个手机吓去睇下睇下读下阅读下就等个十五分钟。嗯，所以让大家就是啊去的时候带建议哈，提个建议就带个报纸啊、手机啊，就在那里坐在那里看看手机、看看报纸这样哈。系啦，到时咧亦都会有言语嘅服务嘅喺嗰啲地方，有中文、港国语或者粤语嘅。嗯，在那里呢也会有这个中文的服务的哈，国语和粤语都有，所以不用担心。系啦。咁到最后打完针之后啦，翻屋企要有啲咩因住嘅咧？吓，接种疫苗之后回到家之后有什么吓需要观察什么？啊，最紧要就系休息啦，同埋水分充足啦。啊，呢两样系十分重要嘅。吓，最主要的是要休息，然后要保持这个水分的充足，这两个非常重要。系啦，最常见有咩嘅副作用咧？最常见的副作用有什么呢？最常见就是没副作用，打完针没事的。最常见的就是没有副作用，打完针之后没有问题。亦都有人打完针之后觉得、啊、手臂打针那里哇痛痛地的，我打的时候都是了，痛了大概一日左右，但是呢一两日之后呢就过了、嗯。还有就是有的就是打完之后手臂哈会痛一天哈，但是呢就是、啊、一两天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亦都有人打完针之后咧，觉得好似周身好似有少少唔舒服，或者轻轻地，或者觉得好似啊，好似作病咁样样，亦都几普遍下。但系通常亦都系一日到就过噶啦。也有呢一些人打完之后呢，就觉得嗯，浑身就好像有一点烫烫的哈，就是有点感觉不是很舒服哈。也有人是有这种反应，但是一般这种。嗯，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的反应呢，它不会说 持续很长，也就一两天这样就会过去了。其实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是说你病，不是说你惹了这个新冠病毒，而是因为你自己的免疫系统开始运行了，那它运行的时候呢令到觉得有点不舒服，所以通常一两天就过了。这种呢就是身体上出现这么不感觉上不舒服的反应呢，其实不是说哈你感染了就是新冠病毒这样不舒服哈，其实正是呢这个疫苗打进去之后呢，你的免疫系统开始运作了哈，所以它就会有这种反应哈，等它适应了之后呢就好了，所以一般也就一两天这样。系啦，嗱，严重嘅敏感有啲乜嘢嘅症状咧？就系、是、皮肤出疹啦。但如果好严重咧，就系、是、有时啲人觉得唞气唔掂，或者觉得好似好晕咁，因为血压低，或者吞嘢嘅时候咧，觉得喉咙好似硬住咁。咁嗰啲咧就系、是、严重嘅敏感性。如果有咁情形咧，你要即刻入去急救噶啦。嗯，啊，然后咧就会。如果哈有一些就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的，就要提防哈，要提防小心了。比如说有皮疹啊哈，出现这个呼吸不顺畅，还有一点晕厥，还有一个吞东西的时候觉得嗯
好像吞咽困难哈、啊，出现这种是不寻常的啊症状的时候，就要马上去急救哈、啊，去急诊室。系啦，睇翻头先大家都倾过啦，十万宗得九宗系严重嘅，所以系好微好微嘅机会。但系如果有咁情形咧，就要入急救。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严重的过敏反应呢，真的是几率很小哈。就像刚才说的，十万例当中只有九例是有严重过敏反应的哈。但是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了，也是要马上去急救哈。如果大家觉得有啲咩唔寻常嘅症状，譬如你话吓唔系痛喎，唔系周身唔舒服喎，突然只手喐唔到喎，或者全身麻痹喎，有乜问题咧，就最好即刻同你家庭医生去致电啊，去联络或者打811，我哋可以帮助你解答嘅。还有就是遇到一些不寻常的症状哈，然后就是突然，比如哈，全身突然麻痹了这些哈。然后呢，就是你对这些症状有疑问的话呢，就要咨询您的家庭医生或者致电811。好，啊，而家问到问与答嘅时候啦，好，大家交谈下，睇下大家有咩。现在是到啊，就是问答环节哈，我就抽取一些问题哈，就我们收到了好多问题哈。首先呢，就是呢啊，这个他说，请问疫苗的有效性啊，这个百分比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就是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百分比？比如说哈，90%的有效性呢，是指100个人接种当中90个人是有效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明白啊。想解释一样咧，就系喺唔同嘅疫苗咧，佢唔系话跟同一样嘅。臨床證明的，譬如Pfizer 和 Moderna 呢，他們說95%的作用呢是比較早期性，以及所有人是有沒有感染這個問題。所以是什麼意思啊？就是說在 Pfizer 和 Moderna 呢，他的說95%的作用呢，是他臨床證明的時候呢是所有人，但是AstraZeneca 和 Johnson & Johnson 呢，就只是測驗那些比較嚴重感染的人，那個 percentage， 那個有效性呢，就只是說防止入急救或者防止入深切治療。所以是輝瑞和 Moderna 是測試所有人，然後得出來的百分比哈，是90%有效或以上哈，就是打完第二针之后，但是后面那两种疫苗 AstraZeneca 和强生呢，就是那个它是测试那种有严重疾病的，所以这样子嘛啊，就是预防严重疾病。系啦，所以有时大家睇到嗰啲百分率咧，系要睇翻佢登出嚟嗰啲医疗报告，喺嗰啲报告嗰度解释嘅，就喺呢度就比较。不可以詳盡的解釋，但是呢所有疫苗呢，尤其是防止我們需要入醫院或者防止需要我們入深切治療呢，是完全有用的。所以 这些疫苗、啊、它的百分比呢，如果我們要去觀看它的那個登出來的那些報告哈是怎麼樣，在這裡呢就很難就是一下子解釋得很清楚哈，但是就是它打完接種完疫苗之後呢，它能防止就是去進這個深切治療部或者進醫院呢，它還是很有效的。 OK， 好，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啊，除了啊过敏反应哈，严重过敏以外哈，您是否还考虑头晕或者是严重反应过敏晕倒哈？这些人是否应该考虑再打第二针？这些人是否应该向他的家庭医生哈或者811去报告哈？或者是传输报告给就是公共卫生当局，这样。明白。那这样，如果是严重的敏感，第二针就不可以打了。
但是如果你说头晕，有很多人比较轻微的头晕，那些是不会影响到你打第二针的。但如果你头你晕是因为你血压降低，使到你全人晕，就这个是特别的敏感，在过程就不打得。最好就是如果你有打完针的症状，跟你家人医生谈，那你家人医生认为是严重的时候，他会报上去，那加拿大就会知道这个这样的档案的了，那他也都会说、啊、你不可以打的了，但是你家人医生或者811可以给到你的资料的。OK， 所以有严重过敏、敏感就是反应的话呢，第二针肯定是不能打的了哈。然后呢，就是但是你只是觉得头晕哈，可能是因为血压降下来了，低了哈，所以头晕这种情况下呢，就要咨询你的家庭医生哈，报告给家庭医生听，或者报告给811，他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去看是不是真的是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哈，他们也会将你这个报告报给、就是卫生局哈。我也想加一句，就不是说所有的头晕都是因为血压低而头晕、有些人有少少轻微的头晕、完全不关血压事的，所以头晕是要、你家人医生决定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加一句就是头晕不是完全都是因为血压低而造成的哈，就是说但是有些人就是有轻微的一点头晕啊，但是这个头晕是怎么去辨别这个程度是怎么样呢，就需要咨询你的家庭医生。好，还有OK， 还有下面一个问题哈，如果哈他有服用这个他汀类药物哈，用于就是高胆固醇哈，高胆固醇血症的，还有这个抗抑郁药和有心脏病史的人，或者哈这个肾脏病人哈，有没有哪一款疫苗是比较适合接种，或者是不能接种？明白哈。嗱，想讲句，大家我都睇到好多人问关于慢性病啊，或者有肾病啊，或者食药啊，会唔会影响到去打呢个疫苗？普通嚟讲，冇一只食嘅药或者冇一只慢性病咧，系影响到你唔好打疫苗嘅。通常嚟讲，冇一个问题系令到你唔可以打疫苗嘅。但系咧，有呢啲咁嘅情形咧，最好你就係同你醫生傾傾，因為佢知道你嘅病症，佢知道你食緊乜嘢藥，佢知道你有咩慢性病。咁喺嗰啲情形咧，最好就同你醫生接洽。但係總括嚟講咧，嗰啲疫苗同其他嘅食嘅藥冇話有一個負性嘅副作用嘅，而好多好多慢性病咧，都係其實可以打呢個針，而且咧。有慢性病是比较高危的，是需要打一隻针来到保护你的。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朋友也问到这个问题，有什么肾病啊、慢性疾病，各种慢性疾病的人是否适合打疫苗。其实一般来说呢，是都是可以打疫苗的。而且呢，他们呢是属于高危人群，更适合去接种疫苗。但是呢，就是说一定要咨询你的家庭医生，因为他们是最清楚你的病历，还有你在服用什么样的药物。一定要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来决定你是否接种。OK， 好，还有。下面他说第二剂疫苗会跟第一剂疫苗是同一个厂牌吗？就是接种疫苗的时候第二针跟第一针是同一个吗？明白。为了个我解释一下。第一呢，就是到现在为止证据是说，如果你第一针是打某一种疫苗，最好是第二针打回同一样的疫苗。如果你打第一針是輝瑞，打第二針亦都應該是輝瑞。咁呢個係第一啦。咁而家喂，你譯咗嗰個先，然後我再加。OK， 好。所以呢，其實最好呢是第一針是打哪個品牌的哪個牌子的，比如說是輝瑞的，然後第二針最好也是就是打回輝瑞的，這樣子。
现在在牛津大学做一个实验，就是说用辉端和 AstraZeneca 那两只可不可以对调呢？那我们在这里很密切地观察它临床的经验证明，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是如果你打第一针应该打第二针同一样。现在呢，牛津大学他们在做研究，就是说看能不能，就是说打完辉瑞，然后跟这个 AstraZeneca 是怎么样个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做研究。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密切关注着哈，就是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总体来说，就是还是打回同一个牌子的比较好一些。然后我刚才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打第一针和第二针的副作用是差不多呢？我亦都想解答这个问题。好，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打第二针的副作用跟第一针的副作用会不会一样？所以想在这里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打的针的时候其实分量是一样的，两针，但是呢第一次打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未經過認識到呢一個疫苗，所以通常反應嘅作用係比較低啲嘅。第一针跟第二针的分量是一样的哈，但是呢，第二针在接种的时候呢，因为有了第一针，所以它的反应会不一样吗？是这个意思吗？係啦，冇錯，因為第一針嘅時候，你個身體未見過一隻疫苗，所以你嘅免疫系統咧未認識過，所以個反應就比較低啲。但係你打第二針嘅時候咧，那個免疫系統記得啦，哇！我見過呢隻嘢，我要打低佢，所以咧第二針嘅反應通常係比第一針高啲哦，反应高一些，哦哟。即係佢譬如第一針打完咧，覺得手痛咯，原來冇大事。但係打完第二針咧，覺得有一日好似嗰一日完全唔係太舒服。第一次打針冇事嘅，咁就係因為你個免疫系統已經有咗一定嘅作用，所以喺第二針嘅時候咧，佢嘅反應強咗。OK，通常来说呢，第一针的反应反而少一些哈，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呢从来没有接触过哈这个新的东西进入你的身体啊，但是在第二针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已经有了这个疫苗的记忆了哈，所以呢它的反应反而会大一些哈，就系说啦，冇啊错，它认得我认得哈这个东西，所以那个反应就会大一些。冇错。OK，还有，还有就说有一个问题，我想应该很多人问。新闻报道说，欧洲有许多国家现在都暂缓施打这个 AstraZeneca 的疫苗，然后就问是不是所有的 AstraZeneca 的疫苗都是安全的呢？明白嗱，有幾樣要分析同大家。第一咧就係喺歐洲呢個 AstraZeneca 同我哋喺呢度打個 AstraZeneca 咧係兩個地方嘅生產嘅。喺歐洲嗰啲就係歐洲嘅 AstraZeneca 生產，但係我哋呢度加拿大咧係其實係印度嗰個 India Institute Serum 嗰度出產嘅。首先就说一下 AstraZeneca，其实我们加拿大的这个 AstraZeneca 的疫苗跟欧洲那边的疫苗其实产地是不一样的他们那边的呢是欧洲生产的然后我们呢这个呢是在印度那边生产的。第二咧，就係到現在為止喺歐洲見到個37個案例咧，係好少部分，亦都未證實有一個聯係性嘅關係嘅。到現在為止仲未發現一個聯係性，就係打完嗰針係因為嗰一針使到你有血凝反，未 OK，有呢個證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欧洲有37个案例就是说出现有问题的37个案例当中呢，其实还没有说证实跟这个疫苗是有关联的还没有证实出来的。然后第三个咧就系全世界已经打过好多支 AstraZeneca 针咧，就净系喺嗰个欧洲里边有呢个咁案例。咁其他咧打过咁多针咧，到现在为止都未有发现有同一样嘅问题喺其他嘅地方，即系譬如亚洲啊，或者我哋北美开始打嘅时候咧，都未有咁嘅情形。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
全世界哈，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接种这个 AstraZeneca 的这个疫苗，但是呢，就是除了欧洲那一边哈，有这几个案例比较就是明显之外，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发现，就是说有很严重的哈不良报告出来。系啦，所以咧，我哋第四个咧就系话，我哋一路喺加拿大会继续好紧密嘅监察，睇下我哋呢度嘅 AstraZeneca 有冇咁嘅问题。但系到现在为止，冇证实系有咁嘅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安心讲。啊，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加拿大有很严密的监控系统，哈，我们还是会再继续观察，就是我们在加拿大接种这个 AstraZeneca 的时候啊，会是就是有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我们会继续监控，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啊有严重的问题。好错。嗯，就是这样。OK，好，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啊，孕妇是否可以打疫苗？可以啊，怀孕或者母乳系呢个对打呢个疫苗冇影响。OK，怀孕或者在哺乳期当中打这个疫苗是没有问题的哈。OK，好，下一个哈，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不能接种疫苗，应该怎么预防呢？18岁或以下暂时未有打疫苗嘅时候规定，因为疫苗而家系喺我哋做临床证实咧，系18岁或以上嘅人，但系而家开始有几只疫苗咧，系开始尝试喺18岁或以下嘅人打针，咁我哋会跟嗰个证据嚟到去将来点样去推荐。幾時幫18歲或以下嘅人打針？咁呢個第一個解答。嗯，好，首先就是先说一下这个疫苗哈，其实现在是18岁以上可以打嘛，但是呢，现在也在慢慢的尝试哈做这个研究，就是说18岁以下的啊，就是在做研究看是不是18岁以下也可以尝试一下接种哈，但是现在还没有出来哈，所以我们也就是密切的关注一下。然后第二咧就系18岁或以下嘅人咧，通常呢个新冠病毒对佢嘅影响系好少，系唔系话大病？系有好少部分嘅人咧，18岁或以下咧会比较严重啲入医院，但系通常嚟讲，18岁或以下嘅人咧，对呢个新冠病毒嘅症状咧系好微，系轻微嘅。嗯，还有就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8岁或以下哈，就是接触了这个病毒，就是怎么说，他们是比较轻微的反应哈，有轻微的反应哈，不会说严重到哦要去住院呐哈，就是这样子，或去那个深切治疗这样子哈，所以18岁以下他们感染的那个几率还是相对少一些，是吧？系啦，系啦，冇错。然后第三咧，18岁或以下咧，通常都唔会话系对新冠病毒有高危嘅接触，即系话喺医院做嘢或者喺嗰啲咁嘅情形嘅。所以咧，第三咧就系18岁或以下人咧，对新冠病毒嘅接触同高危性系好低。嗯，还有第三个就是18岁以下的哈，就是对这个新冠的接触啊，他会比较少一些哈，因为他们不会说在医院工作啊哈，不属于什么高危哈，所以就是接触比较少一些的哈。系啦，所以多谢嗰个问题，要继续我哋观察，将来有答案俾你噶啦。嗯，谢谢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希望哈关注，然后可以以后可以解答到这个问题。OK，好，何医生现在还继续吗？何医生，哦，随便你哋，而家系即系好似世界杯咁加时系何医生，好好，还可冇以问题。加 时。OK，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真的不能回答全部的问题。好，我现在就问何医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哈，请问何医生有这个青霉素和这个叫做狂犊药类过敏史的，能否打疫苗？
青霉素。Yeah, 我就不清楚那兩隻藥，我想青霉素是其中一種的消炎藥，即是 antibiotic 那類。到現在為止，疫苗和邊隻對抗生素有敏感的人，這個不是一個有一個副的作用的，所以可以打的。但是那個朋友最好就跟你的家庭醫生接觸，問證那個藥，因為我個中文嗰藥我就真係唔可以完全認識你嘅反應，所以最好你同你嘅醫生接觸。坦尼西林。Penicillin，OK。如果你係 penicillin 對 penicillin 有敏感，而亦都唔會影響到你打呢個疫苗嘅，你可以打疫苗。就是说这个青霉素啊，和医生理解成就是 一款消炎的哈药哈，但是他不是对这两个药特别的说熟悉哈，但是他就是说有过敏史的话，其实不影响你能否接种疫苗哈，因为对这个东西过敏哈，跟对疫苗过敏可能就没有关联这样子哈，但是还是提醒一点，就是一定要咨询你的家庭医生哈。想看第一句就是说我不是很认识那个中文名，如果他译到的英文名、中文名、不好意思，对他不是不对这两个药不熟悉，他是对这两个中文名不太熟悉、但是他知道、青霉素是那个 penicillin。 OK， 好，那我们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很感谢何医生哈，今天就是帮我们解答了这么多问题哈，谢谢何医生。今天的哈卑诗省新冠病毒疫苗计划新知讲座现在也结束了哈，感谢大家的参与。如果大家想重温今天的讲座呢，可以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Virtual Health Fair 哈。不久之后呢，我们会把今天的讲座上传到 YouTube 上面。我们再次感谢何医生的讲解，还有谢谢大家的参与。再见。可不可以讲多一句？首先好多谢中侨互助会开这个会，而我亦都好多谢温哥华沿岸医管局给我的资料去同大家分享。但最多谢就是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去打这个疫苗，去帮助自己，帮助我们全社会，可以令到我们的社会可以重新开放的，所以多谢大家。还有何医生最后想就是说谢谢中侨互助会哈提供这个平台，然后还有感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提供这些资料给何医生哈，然后给大家进行讲解，然后他最感谢的是大家的参与，然后他呼吁大家哈要去接种疫苗，就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和整个社区都需要去接种的哈。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Yeah, bye-bye.